幸福好友，一天这样不下去哦。一定要买一斤才点心。是的，可以可以。上个都有七包呀，这么多人上楼，那天正好都在有垃圾。我就加了。
很美好哎。哎呀，说这里地铁什么称啊？地铁？你几号线呢？四号线，四号线这里称啊？哎，这里走，一直走那个万体馆。啊。万体馆那里就有下去的道。哦，万体馆。啊，这就是万体馆。我下来的哦，这里就是万体馆。这就是万体馆，就前面。我下来是体育场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里嘛。啊、这里是吧？哎，体育场嘛，你这个。他往前面走，这边还靠那边，靠这边，靠这边。他或者走这里走，走这里走，一看就看到了。你也过马路，我也过马路，对对对。那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谢不谢。谢谢我。四号线对吧？哎，四号线。这里好像也有个口子吧？你直在前面走吧。前面也有口子。我看到这个好像是个口子吧。
说这里走怕你走差了。再过就忘记掉。啊，变化很大。嗯。搞不清楚。上海变化也大。你是过来怎么过来串门呢？不是，朋友叫我到那个到那里，嗯，哎呦，去玩，叫我去看看旅游什么的，结果一个不是旅游，他们介绍买保健品。现在很多这样的机构。哎，所以我今天就高兴了。对对对对，还是要警惕一点，对吧？哎，现在保健品嘛，实际上到时候不把自己吃坏掉就蛮好了。嗯，对，就是要假的东西，就是要圈你们的钱。对，那个要什么？4980块。啊。半年六瓶。啊、六瓶啊、哦！要买就要买一年。哦。你说。那蛮高的啊。啥意思啊？没有。我自己会走了。你现在你过马路，这个就是万体馆这一块，那你就比较安全一点。你不能到时候啊，等一下红灯。你过了这万体馆，然后就往着那里走，然后到了那里不是有个口子吗？你再问那个人员，因为现在我不知道，因为好像运动场在修理，不修理的话，直接穿过去就到了。好的。如果你不的话，你就从那里绕过去。我就会问的。哎。谢谢啊。不谢。遇到好人了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，这个应该不是口，这是不是口子？地铁的口子？好像像，像长得像，但好像说不清楚。现在我们老年人，别生气啊！你们有的时候上海太搞了。变化太大，主要是变化太大。变化太大，我们不要说你们，我们老年人了，你们有的时候也不大记清楚，对对对，不经常出来的也是会忘记。啊，可以了。我沿着这里走好了。哎，沿着这里，或者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走前面这样过去也可以。哦、两个都是那个地铁口是在那块。哦。你要不再问一下这里的？再问一下。哎，问一下这里，谢谢啊、住在这里的，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这里。哦，是的，四号。对对对，四号线这里写着了，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慢点啊，你。好，再见。
咳咳